非常高兴可以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台北时装周 Vogue 全球购物夜。这次呢有一个很棒的挑战，这个挑战呢是只要你加入我们 Vogue Line 的好友啊，我们这次有16个快闪店，每一个快闪店呢都有它专属的 QR code， 你只要收集其中的10个 QR code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。最大奖就是我们要送你去伦敦时尚秀，是不是很棒？而且还有来回机票、住宿跟这个看秀的入场券哦，好心动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一起来逛逛，顺便收集这个 QR code 吧，走。带大家来逛逛我们的设计师快闪店，那现场都有实品，你可以直接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设计，而且最棒的是现场立刻就可以把它买走带回家，是不是很棒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Vogue Cafe， Vogue Cafe 期间限定哦，在9月27号到10月20号之间尽情把握，而且它的点心都有小巧思哦，不只做得非常精致可口之外， Vogue 的牌子是巧克力也可以直接吃掉哦，很可爱吧。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个 Pixel， 我们直接按进去就可以开始玩，这都可以四个人一起拍 OK， 所以你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合照，然后一起玩那个机器，照片洗好了，非常的有纪念价值耶。现在来到了香缇大道，这次呢 FNO 为各位准备了16个快闪店以及各式各样好玩的打卡点，那我们立刻去看看吧，走。Lexus 特别在我们的香缇大道上面设置了3个打卡点，分别是 RX、UX 跟 NX， 它的概念呢就是 Runway to Fashion， 只要你在我们的打卡点上拍照打卡上传分享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神秘好礼哦。现在呢来到我们的香缇市集，首先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 Vogue Shop， 这次现场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周边，红玉满刺心鸡蛋糕，这次特地为我们的这个 Vogue 准备了一个特别造型的鸡蛋糕。Monkey Shoulder 这边呢，主打它的调酒搭配什么都很好喝，快点呼朋引伴一起来干杯！ Vogue 新秀舞台，现在台上正在唱歌的是释玉婷。微风南山的神送旗舰体验馆，这也是我们快闪店的最后一站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里面。我们看到我们 Vogue 为你搭了一个很可爱的时尚摄影棚，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打卡拍照哦。看我们这次的导览，你是不是觉得非常心动呢？告诉你，现场更加的有趣好玩，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台北时装周 Vogue 全球购物夜。